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名站，我係做 N。咁今日為大家介紹咧就係 LV 一個系列嘅手提款啦。咁呢個系列咧，佢就通常咧我哋叫做一個托特包款啦。咁呢個係一個小號嘅托特包款嚟嘅。咁呢個托特包款咧，佢嘅特色咧就係用咗佢個牛皮啦，利茲文嘅牛皮做一個襯底部啦。咁然後咧，佢亦都印有佢比較特色嘅咧 LV 經典嘅花紋啦。咁呢個花紋咧，你自己可以梳翻近睇一睇，我哋咧係有少少凹尾嘅，所以佢嘅形狀係比較立體嘅感覺嘅，係啦。咁咧而底部咧都係一個比較寬闊嘅底部啦。咁其實佢容納到嘅嘢咧都係比較多嘅，大家可以睇睇佢嘅整個袋嘅四周圍，係一個非常之高嘅而實用嘅一個手提款啦。咁而個特色之處咧就係兩四個角位咧，佢都係用咗一個鍋釘同埋一個皮去包住呢個角位啦，真係非常之有特色嘅，係啦，四個角位都有嘅。咁咧佢又設有一個 handle 位啦，雙 handle 位啦。咁你呢個手袋款咧，既可以做一個手拎袋啦，同埋咧佢裡面咧都設有一個咧可以俾肩帶嘅。咁咧呢個設計咧係非常之細心啦，佢可以將肩帶呢個扣咧設計咗入邊嗰個內層入邊啦，所以咧就算你話我平時唔用肩帶，都唔會話將個扣突出咗出嚟咧，就外觀俾人感覺一個非常之細緻嘅外觀啦，係啦。咁咧最細心咧就係佢咧亦都加一個安全扣嘅，可以睇翻。安全扣亦都印有佢 LV 嘅印，係啦，嗰個字樣印啦。咁咧，如果你話好多人話一托特包咧，其實咧拉鏈咧就肯定唔好睇噶啦。佢所以咧，佢就細心到咧幫你加翻個一個咧安全扣位，就唔需要話啲嘢咧容易掟出嚟啊，或者安全啲，又唔需要俾人咁容易偷嘢啊各方面嘅嘢咯。咁裡面嘅內層咧，佢亦都係用咗咩咧？用咗佢個出名的鏡皮去做一個內層啦，咁個內層咧有一個攝袋啦，兩個攝袋，咁裡面咧還有一個咧拉鏈嘅安全位嘅，咁如果你話你有貴重物品咧，你就可以放喺拉鏈位個位置啦，係非常之實用嘅。咁咧而佢呢條肩帶咧係一個牛皮嘅設計一個肩帶啦，亦都用咗黑色嘅利茲文牛皮啦。咁樣咧，佢咧就係、有可以調節長短嘅肩帶嚟嘅，係啦。咁樣我哋可以勾起佢，非常之實用嘅。咁而長銀包可唔可以放得落咧？我哋都可以嘗試一下，係絕對冇問題嘅。係啦，咁咧如果使用呢個包包款咧，長銀包、短銀包都可以嘅。而家可以做大家做一個上身示範，睇呢個效果。手拎，金色的我，它不是我身上，它有時候衣服。再拍一下，你這樣拍，前面都可以嘅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包款有興趣嘅話，可以加我 contact 嘅 WhatsApp 或者 WeChat， 亦都可以親臨嚟到尖沙咀喺蓬蓮名站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